澳门的市场真的很小，但是在这个这么小的环境里面，仍然有我们这班人坚持做这件事。曾经讲过理想，但做唔做都一样。曾经做过创伤，但卖力未会得表扬。曾也热情待世，自我每日安慰。还盼望，其实我只差了半个身位。世界再大。埋怨地嗌，从头寻找新的境界。成长就是能看今日，调整得了心态。这个梦不是你自己的，是我们大家的。